大家好，我叫梁富奇，来自创知中学。请问你们在太空上能进行锻炼吗？都有哪些项目呢？能不能展示一下呢？谢谢。这个问题我来回答。我们在太空不仅能够锻炼，而且也是必须要锻炼，这是一项完成的任务。为此啊，我们的航天专家为我们研制并携带了一套的锻炼设备。大家看，我们这个自行车啊，和地面的自行车不一样，没有这个自行车座，因为是失重状态。但是呢，我们靠这个背部支撑垫来支撑，这样我们就可以骑在上面。要通过他们的自行车的锁鞋，就可以进行锻炼了。我们这个自行车不但可以锻炼下肢力量，也可以锻炼上肢力量，就是这一种。沈阳自行车。经过这些一系列的锻炼以后，我们还要进行一些放松的动作，比如可以打一些太极拳呐，放松放松。